的裙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算高腰的，是做裤裙设计。中底密码可以啊，那今天就来猜密码、啊。好啊，可以好。那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是裤裙里面是有裤子的哦，现在裤子是料质内里的裤子是不会透的，好吧？它不是很薄料那种，然后整件都很舒服，可以看一下粉色有没有看到它超弹。弹力就是像这样子舒适，它的内里地方一个超 Q 弹的，所以 L 号的人穿起来是舒适的那种，但它穿起来就是做合身的，就是合身裙的设计，然后小小的开叉侧排扣，这扣子是活动的都可以打开，侧排扣设计，然后属于高腰的，这个还蛮好配的，就搭一些像今天有一些短背心的没有，或者是像这种上衣啊，或是雪纺的上衣搭配都好看。它的黑跟粉都很漂亮，好，然后穿起来是很显瘦的，然后这个是弹力很好，所以它其实基本上它弹性很好，所以不起肉，就是穿起来就是会你们 L 号人穿起来只像我这样，其实像这样子哦，不会觉得很紧，然后它那个蹲下啊动作都没有问题，它是穿起来就是很弹力的那种裤子，就不易变形的那种。好，大家要买一件这种穿，因为高腰裙的话可以搭配很多一些短裙。对，你就在上面穿休闲的白 T 啊，也很适合哦，好不好？不分码的，可以加哦，这件，而且这个也是穿到秋冬都没有问题的，很紧致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，它没有拉链，它就是这个扣子的排扣这样，扣子也很无感，就是这样简单，坐侧边很特别吧，它不是坐在中间吗？然后可以这样子穿。好。裙长很刚好哎。里面有裤子的嘛？对，但是它不会很短，然后这种穿起来是不太会跑来跑去的，就是因为它很弹，所以不会说上下滑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黑色哦，基本黑色，低胸款的黑，穿起来就是很显瘦。好，那我穿粉的，粉色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黑跟粉都蛮好看的。如果你们没有那种粉色裙，我觉得这个粉很漂亮，你可以来一件，而且它是不会透的哎。不会透的，好，是一个弹性裤那种套穿那种，我觉得穿起来还蛮修身的，就是它是这样顺顺的。那你们看我穿这样合不合？其实基本上你去抬腿啊 ，OK， 有问题，超好穿这件，一定要来一件这款。两个色它版型穿起来都很重，粉色其实穿起来也是有没有很修饰，不显胖，高腰穿起来又好看，腿又长。所以一定要来一件，可以搭配一些马甲的背心，有没有？也很好看，会很像一个连身的那种感觉。这种是不败款的，而且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拿上去穿，你会觉得很好穿，会再回购的。没错，真的要来一件，好吗？对，而且重点是，我觉得颜色都很好看，这个粉真的很美，不会什么也不会显黑那种。黑色的话，它配了这个扣子，一定很有质感。而且我觉得它开叉就是小小的，微微的小开叉，就是不会说开太高这样子。而且有裤子很重要，你也不用担心会走光。没错，它的裤子也不会让你看到，就是有些安全部会很明显。对啊，这个不会，而且就是整个穿起来很舒适。它粉真的粉得很漂亮，我觉得真的很美。好，颜色来，大家看一下色哦，黑跟白。编号13，编号13，不，编号15啊。十五是